带他来喝酒的，他没事儿，你放心吧。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伤害他。那你们以后打算怎么办？我准备带他去法国，那边的心理医生也已经找好了。昨天江生还说他看到小九了。我知道。 其实我挺不希望他们两个人见面的。我也是。可是还是觉得咱们这么做太残忍了。有时候，我也真希望自己能像江生一样，可以无条件的去信任一个人。像他什么呀？像他伤痕累累吗？也不能这么说。那时候啊，你失踪了。 就他一个人不信，那么执着的去找你。